觉结婚也没什么不同啊。还是有的。新开始的地方，冷吗？有点儿。下一站我们去哪？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那我要回去改论文。不行。你不说听我的吗？我说过吗？喂，这才结婚第一天，你昨晚白写了。没白写，但回去写论文挺认真的。开玩笑的。也知道。谁要回去？所以你到底想去哪儿？哪都行，有你在就行。